水宝是个勤劳的送水小精灵，今天是送水日，水宝正要送水去老鼠村。老鼠村的村民热爱泡澡和水上活动，头目早已准备好两个空桶子等着水宝。我们的泡澡水就靠你了。水宝双手一变，将两个空桶子装满了水，一桶水一颗糖，头目给了水宝两颗糖果作为回报。接着，水宝到了猫咪工厂，各种日常用品都是在这里生产的。猫老板已经准备了一个空罐子等着装水，好让工厂的蒸汽机运作。一罐水，一颗糖，水宝收下了猫老板一颗糖果的回报。接着，水宝到了兔子萝卜园，兔子园长已经准备好七个空桶子，他需要这些水来灌溉广大的田园。一桶水一颗糖，园长给了七颗糖果作为回报。忙碌的送水行程终于结束了，水宝吃起可以补充满满能量的糖果，恢复了精神和体力，接着就要去为下一次的送水日搜集水资源了。通常，水宝会在河川、湖泊或是大雨的滋润中补充水资源，有时候也需要钻到地底下搜集地下水。又到了送水的日子。水宝准备好满满的水，进入老鼠村。一如往常，水宝用两桶水交换老鼠头目的两颗糖果。接着，水宝到了猫咪工厂，但是这次工厂里却放了三个空罐子。最近生意不错，接到一大笔订单，需要更多的水来维持工厂的运作。今天可以多给我两罐水吗？猫老板请求。可是等等还要送七桶水给兔子萝卜田耶。水宝看着肚子，犹豫地思索着。猫老板的生意好像很重要，我想这次先借猫老板两桶水应该没有关系吧。水宝最后答应了猫老板，给了他三桶水。收下三颗糖果后，水宝前往兔子萝卜田。园长，很抱歉，猫老板因为工厂需要，多向我要了两罐水，今天恐怕只能给你五桶水了。兔子园长一听到便愤怒地大叫，你怎么可以把原本要给我的水给了别人呢？没有七桶水，我就不能灌溉全部的萝卜田，我的收成会变少耶。下一次的送水日，请你第一个先来我这送水，记得多准备一点水。水宝抱歉地给了兔子五桶水，拿了五颗糖果。离开萝卜田后，水宝开始焦急地寻找水资源，但是好多天没有下雨了，溪河和湖泊的水位比平常还要低，地下水好像也用尽了。为了寻找新水源，水宝长途跋涉到不同的地方，他找到一条河，一泡下去却吓得跳上来。这些水怎么臭这么脏啊，要是污染我肚子里的水就糟糕了。为了准备大家要用的水，水宝比平常更饿更累，上一次送水日得到的糖果早就吃光光了。送水日终究还是到了，水宝肚子里装着少少的水，疲惫地走向萝卜田。园长，请听我解释，萝卜园、猫咪工厂、老鼠村都需要用水，但是我收集到的水只有一点点，没办法给你七桶。
这段时间萝卜园可以用少一点水吗？没有气筒水就不够浇灌我的田呢、啊。你可以说服猫咪工厂少接一些订单，或者老鼠村不要整天泡澡，不要影响我们的收成。那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一些糖果呢？我为了找水，现在好饿又好累。等我有力气之后，说不定就能找到更多的水了。一桶水，一颗糖，哪有多给的道理？给我七桶水，我就会给你七颗糖。水宝到了猫咪工厂，试着说服猫老板让工厂少用一点水，但是猫老板一样不能接受。我已经接了这么多订单，一定要用到三罐水啊！萝卜园可以先休耕几块田，老鼠村可以少泡点澡，但我绝对不能对不起我的客户。那么，能不能给我一些糖果呢？等我有力气后，就能去找更多的水了。一罐水一颗糖，哪有多给的道理？给我三罐水，我就给你三颗糖。最后，水宝来到老鼠村，试着说服老鼠村长让村民少用一点水，但是老鼠头目无法接受水宝的建议。老鼠村若不天天泡澡，很痛苦的呀。萝卜少种一点，工厂少接一点订单，就可以省下很多水了。为什么要压缩到我们的泡澡水？水宝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：能不能多给我一些糖果？等我有力气后，就可以去找更多的水了。一桶水就是一颗糖，等你带来我们的两桶水，我就给你两颗糖。大家好像都有着合理的理由，没有办法少用一点水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我永远都找不到足够的水来满足大家。哎呀！水宝跌了一跤。好饿，好累。此时，在兔子萝卜田，灌溉用水就快要用完了。其实，五桶水也是可以加减重一些。一时生气就把水宝赶回去，这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在猫咪工厂，哎，当初一时兴奋接下这么多订单，给水宝太多负荷吗？水宝什么时候要回来啊？而老鼠村这里也，水宝以前总是有求必应，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说呢？水宝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？